棒球吃棒球狂。好球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这个球也放过，这是一个好球。球打出去了，是安打。这位选手今天棒子很烫哦。传向一垒，这个球打出去，二垒方向的球，好动，出局，出局，出局了。这个双杀守备是一石二鸟，一颗石头打死了两只鸟啊！双杀，这个时候不能太过急躁哦。打击出去漂亮，中外野手轻松愉快。打击出去二垒方向下，接住了这个高飞球，出局。球打击出去，强袭球往游击方，这是出局。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各位棒球师，飞棒落空，那个球打不到，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这个球落到了左外野手很难处理的地方，是一支安打。总教练这么信任这个打者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手上空的高飞球。中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球，三垒手轻轻松松接到球，传向一垒，打到人了，触身球。哇，打者应该很痛吧？忍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球过来了，好球。球过来了，好球。打击出去，球安打，完美穿越了防守圈的安打，不负教练的期望，敲出了一支安打。挥棒落空，没有办法抓住很好的时间点挥击，挥棒落空，这个球打得太离谱了，完全离开了好球带的位置，坏球。球出去了，这个球穿越了，是一支价值连城的安打，安打！击球的方向挑得很好，轻松挥棒就可以击出漂亮的安打。好球，没有出棒。
好球，没有出棒。打者的表现很不错，这是一个坏球。球还没有进来，打者却打了。真的是一位三阵型的选手。好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经过好球带，三阵出局。哇，这次的对决是投手赢了。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这个球相当具有威胁性，打者只能够挥棒了。这个球打者选得好，坏球。打击出去，界外吗？球打出去是朝着外野手，轻松愉快接到这个球。打击出去，球安打，安打，打出了这样的安打，我相信投手们可不好受。传往二垒，挥棒落空，击球太慢了。球打出去了，安打，完美穿越了防守圈的安打。哇哦，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选手。球打出去了，这个球打得相当精彩，是一支安打。这个球员出局，出局，出局了。打击出去，球往中外野手方向飞过去，防守球员轻松接。打者选得不错，坏球。一好一坏。这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打击出去，三垒手的球，外野手，三垒手传安全上垒，这是一个 safe。 这个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这个球怎么这么打，有半个球的距离而已，但却是一个坏球。这个球已经偏离了好球带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，打击出去二垒方，守得太好，这是出局。奥斗这个球也放过，这是一个好球。球打出去了，中外野手准备要接球，这个球打出去，打到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球，在一垒出局。挥棒落空，投手还有希望。这个球打出去，二垒方向的球。一垒跑者出局，球打出去，游击方向，一垒出局。这是一个好球，球打出去了，左外野手接到了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打者却无可奈何。
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挥棒落空，这个球一打数一安打。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精彩漂亮的美记手背，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很漂亮的安打。这就对了，挥棒的时候保持柔软，就可以轻松击出安打。这个好球过来了，盗垒失败了，跑者觉得很可惜。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打击出去，球很漂亮的安打。投手不用太在意，其实投得很不错的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投手的球速下降了，投手牵制的时机抓得太好了。打击出去，一二垒之间的球，二垒手，这是出局。打者的气势很强，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。换代打，虽然不是很起眼，不过是一位球飞出去了。中外野手方向的一支安打，这击球的技巧可说是大师级的。看他打击的样子，毫不费力，钻进外角，好球带。打击出去，球，中外野手轻松愉快。这是一个好球，球打出去了，是安打，出现了安打。这一名打者的专注力很高。Safe，安全上垒。接外球，右外野手准备接球，一打数一支安打。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击出去，球漂亮，安打，这是一支安打。这种技巧不论在哪里都会受到肯定的哦。球出去了，中外野手行进间接杀出局。打者的目光很锐利，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打击出去，球接住了这个高飞球，这个球相当的离谱，是一个坏球。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手手背相当稳定。打击出去，球是安打，出现了安打。击球的协调性非常好，安全上的呀。接外球，球飞出去了，漂亮，安打，这是一支安打。这名选手挥棒的技巧，这是出局，熬斗。打击出去，球安打，安打，今天这个打者状况很好。这就对了，挥棒的时候保持柔软，就可以轻松击出安打。打者进入打击区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击出去，球中外野手接杀出局，过来了，这是一个好球。打击出去，球金手套击的防守，这次的守备救了一整队哦。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球打出去了，守得太好了。这是一位守备范围很广的选手。
打击出去，球！这外野手接到球了，打者的气势很强。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击出去，二垒方向墙，接住了这个高飞球，出局。球飞出去了，接球，打者进入了打击区。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，好球，绝妙的好球。这个好球过来了，这是一个坏球。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右外野手没有接到这个球，这是一支安打。这位选手今天棒子很烫哦。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真是厉害的守备，两个打数，一支安打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，这个好球过来了，球飞出去了。安打，扎扎实实的安打。这击球的技巧可说是大师级的，看他打击的样子毫不费力。好球，打者还在等待吗？打击出去，球安打，外野手无法防守的安打。这位选手能力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。右外野手行进间把这个球接杀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打者的选球非常精准，好球，绝妙的好球。挥棒落空，挥棒落空，这一球完全迷惑了打者。这个球太偏了，是一个坏球，非常靠近好球带，但是是一个坏球。一棒落空，打得太离谱了，球投出，好球，这个球打出去，打到游击方向，往一垒，在一垒出局。球打出去了，接到球了，球出去了，这外野手行进当中接到了球，好球，这个球放过了，打击出去，一垒手来处理，一垒手行进间接到这个球，球打出去，游击方向，一垒，一垒出局，打者的气势很强，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，好球，没有打，有盯住这个球吗？完全离开了好球带的位置，坏球，好球，打者选得好，这是坏球，换投手，这名投手善于配合打者的习性丢球，好球出局，真是太，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好球，打者大吃一惊，两个好球，没有坏球，
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打击出去，安打是安打。这一球真的是扎扎实实击中球星，打得太好了。好球，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很可惜，这是一个好球。球出去了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全垒打！啊，这投手的成长不如预期耶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打者选得不错，坏球。打者的表现很不错，这是一个坏球，准备换投手了。这名投手会如何对付打者呢？哦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哇，真是太有经验了，打者的目光很锐利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击出去，球二垒手轻松，这是 safe 安全上垒。三个打数挥出两支安打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这个球已经偏离了好球带的位置，欺骗了打者。哦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打者三振出局，挥棒用力过猛，姿势都跑掉啦。打者的气势很强，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球打出去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在一垒出局。三个打数，有一支安打。哇，这位选手手感不错嘛！打击出去，球，精彩漂亮的美记手背，就这样没收了一支安打哎。防守球员准备要接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挥棒落空，挥棒落空。又是坏球，坏球，挥棒落空，太可惜了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。一垒手轻松愉快接到这个球，我看只有半个球的差距，坏球一颗。打击出去，球是安打，投手不用太在意，其实投得很不错的。一垒四打数，一支安打，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，这是一个好球。哦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，球飞出去了。精彩漂亮的美记来，打击出去，球飞向左外野。左外野手行进当中接到了球，啊，这是一个好球哎！打击出去界外吗？打击出去球，中外野手行进间接杀出局。哦，要换代打了耶！虽然不是很起眼，不过是一位球打出去了。哇，很可惜，这是坏球。
击出去，球！一垒手行进间接他就进入打击区。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接球，四打数，一支安打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这球挥棒了，但是没有打到。挥棒落空，打者错失了大好机会。打者判断正确，坏球。打击出去，内野高飞球相当高，出局。打者进入打击区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击出去，球飞向左外野。左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这个球，三个打数都没有安打。好球，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球飞出去了，右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球，球出去了，左外野手接到球了，好球，怎么动也不动呢？非常靠近好球带，但是是一个坏球。棒落空，没打到这个球。挥棒落空，投手诱惑，比赛结束了。请您谈谈今天比赛的状况。今天两边球。